是一个人的话，他是什么星座呢？什么星座？这个很难。处女座肯定不是。估计也是个水象星座。是巨蟹座吧，应该。巨蟹座。好吧，巨蟹座，小家碧玉的一种感觉。比较传统。就是让人有一种家的感觉。很有归属感。我觉得水瓶座吧，双子座，精美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它是有两面性的，就看你怎么去理解了。二外是一个看起来很内秀，但其实他有就是骨子里有一种小张扬的形象。我觉得是摩羯座。